政治工作者赵明福坠楼逝世15年了，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赵家坚持要讨回公道。五级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拿督斯里苏海里今天告知媒体，警方正在重新研究赵明福命案的调查报告。Kerana semua sedia maklum, bukan saja benda itu telah disiasat dalam konteks jenayah, tetapi juga telah melalui RCI. Kita menunggu nasihat seterusnya lah. Macam mana Amir mengkaji IP dan juga kemudian memohon nasihat selanjutnya daripada EG.苏海里今天为行为科学课程主持推介礼后，在记者会上表示，警方已经收到总检察长办公室发来的调查报告，目前正在仔细研究并收集进一步的情报。政府早前同意由警方重新立案调查此事。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也保证，这一次的调查工作将会以透明和公正的方式进行，而且不受任何一方干预，特别是要将上诉庭在2014年9月5号对赵明福命案的看法列入考量。